真的是很美好的声音啊！这首《古中丝》是不是唱到了骨头里面去？觉得酥酥麻麻，很暖人心啊！好了，下面呢，我们的小杨同学将会带上来一份，也是由墨村大家做上的精彩的礼物。我现在放麦交给他。Hello，大家好。第二轮的礼物来由我大家放出。这个礼物呢是很多很多萌物放出来的。第二段为什么要我来放呢？因为第二段特别的搞笑。好了，我来放了。祝莫名其妙4周年生日快乐！我是阿杰，我是 Maggie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九。那今天呢是莫村4周年歌会，祝莫村生日快乐！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玩得开心。江苏连云港发来贺电，祝莫名其妙4周年生日快乐！村子4周岁生日快乐！我要吃蛋糕，我要吃蛋糕，你们把我蛋糕吃掉啦！在这里祝莫村4周年生日快乐！莫名其妙，4岁生日快乐，要越来越给力哦！村子4周年了，我在这儿祝村子。喵。大家好，我是齐峰。一闭眼，一睁眼，又一闭眼，一睁眼的发现，莫名其妙竟然4岁了耶！莫名其妙，生日快乐！期待在小兔子年能生出更多可爱的萌妹子哟。啊，莫村4周年生日快乐！莫名其妙，生日快乐，4岁了哟。第二段礼物送出，我们。二场会上来的同志有5个哦，大家猜猜是谁呢？好了，这5个人就是我们的通天教主，还有我们的老妖音频怪物幻儿、老易，还有茶少，大家掌声鼓励啊！投票交给你们了，我下去。哎呀，真是人家主持不给力嘛！好了，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票刷起来啊！第一位是我们的 EDIQ， 第二位是我们的老妖，第三位是幻儿，第四位是茶少，第5位是我们的通天教主。大家使劲刷票啊，看看谁最厉害啊！我觉得这5个男生啊都非常有实力，是不是？哟哟，有些人开始紧张了。好了，我们把时间掐得狠一点吧，看一看，我来倒数了，10、9、8、7、6。5、4、3、2、1、0，好了，就这样，是不是很给力啊？现在票数很明显啊，我们投票已经截止了。第一名排在第一个上来的是啊，我们的老妖音频怪物。第二位是我们的 EDIQ 同学，第三位是我们的幻儿同学，第四位是我们的，哎呀，这个票数很接近呢，是我们的茶少。第5位是我们的通天教主。好了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我要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第一位的音频怪物，接好了。